大家好，我是 Marcus， 我有个朋友生日啊，今我哋就讲下德国人生日嘅玩法啦。Alles Gute！ 咁生日快乐，德文系点讲嘅咧？就系 Alles Gute zum Geburtstag。端啲都得嘅，你哋可以讲 Alles Gute， 即系 All the best。不过大家千祈唔好太早讲啊，做一秒都唔得噶，因为你咁样会 bad luck 噶。跟我哋唱生日歌好唔好？好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Zum Geburtstag viel Glück. Zum Geburtstag viel Glück. Come on, everybody. Yeah. 德国人都好中意自己整生日蛋糕噶，几好味，系咪先？呢个咧就系用酥皮谷嘅圈圈，仲有菠菜派、肠仔同埋沙律啦。系好耐之前咧，德国人好早结婚噶，大概20岁。咁如果有男仔25岁生日未结婚咧，啲朋友就可以送一串物俾佢哋，我哋叫 alte Socke。如果女仔25岁生日未结婚咧，我哋就送串盒俾佢哋啦。咁其实用咩盒咧系冇乜所谓嘅，但系咧，如果大家喺德国真系见到嘅话咧，佢哋好有机会咧系会用烟盒嘅，不过咧就唔代表佢哋会食烟嘅。Alte Schachtel， 边度有咁多盒先？依家嘅德国人好少20岁咁早就结婚喎，但系咧我哋玩下都送俾佢哋啦。大家仲有咩德国嘢想知？就我知啊！我哋香港见，拜拜！全新吉积阶队伍已经准备就绪，想睇最新科技资讯，即 like 吉积阶 Facebook page。